2018年 MC 第33条 ，consider the following two reactions， 有两个反应啦，两个都用相同嘅 Na 二 CO 三，最唔同嘅咧就系首先用 HCl 同埋呢个 ethanol acid， 而呢个 ethanol acid 同佢分别就系 weak acid 咯 ，strong 咯，咁但系有嗰个位置要注意咯，头先亦都教咗大家噶啦，以后见到动荡同体积，其实咧两个相乘就系 mol， 即系呢个嘅 mol 啊，即系。哦，有呢個濃度嘅，有呢個體積嘅酸，咁兩個相乘咧，就係呢樽嘢裡面含有幾多 mol 嘅 HCl， 而一 mol HCl 咧亦都可以產生 ionize， 形成到一 mol 嘅 H 正。但係右手下面呢個咧，雖然大家都係相同 mol， 但係咧，我哋弱酸咧就會產生好少 H 正出嚟嘅啫。不過兩杯嘅 H 正嘅粒數係一樣嘅，最後，但係開始嘅時候 show 出嚟咧，呢個係多好多嘅。一開始攞曬出嚟，就好似咧你哋去買嘢個鋪頭咧攞曬啲 H 正出嚟，但係呢個咧就攞少少出嚟，當佢冇曬先頭先補貨。但係其實個倉咧個數目都一樣嘅。咁睇下下面啦，兩個實驗咧都係相同嘅環境之下做實驗。請問咧最後我哋 the mass decreasing mass for two reaction mixture is the same。由於咧做嘅時候咧會產生二氧化碳啦，呢兩個相加嘅時候。咁兩個都會輕咗嘛，因為氣體走咗嘛。所跌嘅重量會一樣，咁你就睇下呢兩個 H 正咁一樣咯。呢兩個 H 正一樣啊嘛，頭先講咗，係唯獨是就係呢個抌落去嘅時候咧，就即刻反應曬，因為啲 H 正攞曬出嚟賣噶啦。但係呢個咧就攞好少出嚟，不過一路做嘅時候呢個咧食曬啲 H 正啦，又會再整多啲出嚟，輸去右手邊，直到呢個 H 正冇曬為止，左邊嘅 CH3COH 冇曬為止。所以我哋兩邊提供到 H 值一樣，所以產生到 HCO2 嘅份量都一樣啦。所以答案咧 ，tick 嘅。33第二個 initial rate of 1咧係會高過2。咁 initial rate 咧其實講緊咩咧？就係講個呢兩杯嘢濃酸同埋強酸同弱酸最大分別就係個 concentration of H plus 咯 ，concentration of H plus 上升，撞擊次數咪上升咯。咁開始嘅時候 H 正真係多啲嘛，上面強酸攞曬出嚟嘛，密度咪高啲咯，咁所以咧啊開始斜啲嘅條線 ，true。最尾啦，兩個產生到嘅熱咧，由於呢個反應係 exothermic 啦，都係放熱，但係呢個係弱酸，所以弱酸咧係需要少少能量咧去做 ionization， 所以嗰度會令到嗰個 heat loss 咧冇咁多嘅，所以我哋咧應該咧就錯啦呢個。答案就會是 A。